段小小的广告，广告回来、哎、更加精彩。大朋友们，明星转起来，转起来。怎么就一个胆大的敢长高啊？对呀、啊，为什么他们不踩高跷 啊？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可不是随便来踩的，队长得有几年功夫才能踩了。哦，我一般时我都不踩这么高的。你踩多高的？五十多米。哎呦天，哪有那么高的？你在头上。这儿也好，有坐轿的，有开船的，踩高跷的。那为什么你练过好几年吗？我东北人嘛。对呀、啊，东北人，对。从小就练的，所以他不怕。来吧，朋友们。再一次把您的掌声还有您的手板敲起来，来点尖叫声，我们看一看明星转起来秧歌吧。我抱秧歌这几个没闲着，在这一直动唤，为什么一直动唤？其实阿虎这时候自信多了，这个长这老师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我下午彩排的时候，哦、不想脱下来了，不想脱下来，我就想一直这么着演下去就行了，你知道吗？哦、我有多个要求吗？什么要求？我现在技术挺好的，我能踩这个唱唱我今年新唱片的主打歌行吗？就是、哦，叫男人天生。哎呀，我看你就是在受罪呀，可以吗？来吧，鼓掌啊！男人天生。哥们儿，你累不累？是不是想找个人来陪？人生的辛苦与悲，说出来痛快的嘴。哥们儿，你累不累？难做的事儿，身边只有你会。不孤单，再喝一杯，心跳都有。
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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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棒了啊！踩着高跷来了一首流行歌曲啊！猛地一看，眼神不好，像，哎呦妈呀，姚明歌唱的也不错。